我妈妈是个标准的双鱼座，热心浪漫又喜欢到处旅游。我们特地为她打造这个家，让她每次旅游回来后可以好好放松。充满少女心的她，粉色是她的最爱。当初这个粉也是挑了很久才定案。她喜欢欧洲的惬意，常去欧洲旅游，加上摆满了她出国时带回来的纪念品。每次她有想去的地方，就会待在这里计划下次的旅程。这是她旅游回来的居所，也是我们特地送给她的礼物。这里有30多坪，原本有3个房间，我们拆掉一房作为餐桌区。因应妈妈喜欢邀朋友到家里聚餐的需求，客厅、餐桌中间做了小隔板，划分出领域，让视觉空间放大了。现在妈妈与她的姐妹淘有个很舒服的空间，可以享用下午茶。也应她的要求做了个小酒架给她，偶尔让他小酌一杯。主卧迎向两面落地窗，视野非常开阔。这里偶尔光线很美，拉上窗帘，他在这里就可以好好休息。拥有独立的衣帽间是所有女孩子的梦想，也是浪漫的妈妈所要求的。她把买来的战利品都放到了这里，偶尔也拎着它们环游世界。每次问妈妈喜欢吗，她都笑得灿烂地说好喜欢。因为每当回到家时，可以感受到我们对她的爱。为了我们几个孩子，他也辛苦了半辈子。很高兴有机会为妈妈打造专属的家。